红心的芭乐，软乎乎带甜。卖他家这芭乐得有2年了吧，品质依旧啊，嘎嘎好。这是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，它每一箱里面都带着那个酸梅粉，大家可以撒上去吃，也有白色的，还有红色的啊。我这次拍的都是红心的。软软乎乎的，真好吃。奶油芭乐，它中间的芯儿就是奶乎乎的。它这个水果就是。喜欢的人他就很喜欢吃，不喜欢的人他就一点都不想吃，不想吃的那个味儿。